烦人，你说他烦人不烦人啊？好恶心啊！过了，真难啊！每次都是吃的什么都不剩。我还有呢，我还有米没吃呢，好像还有米和牡丹饼。不过怎么说也是过了连战了，加能给我加一点攻击力，这样我明天过去轻松一点。换个服装，就穿这个，证明咱也是打过修罗。对，修罗日语怎么说？修罗。我加个血吧，好不好？嘿，看来他还不愿意嘞。嘿，哎，哎，他真的不愿意。嘿，哎呀，我不行不行不行，加血。喝个血，啊，来不及了！怎么办？你再给你撒个鞭炮喝血。好，哎，没了。啊，没了！你不早说啊！哎，这玩意儿，这玩意儿你之前打的挺好的，但是我早就忘记了嘛。怎么打？怎么打？怎么打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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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哎。这个、离谱、啊！他会用的乌鸦，他用的乌鸦，凭什么？我生气了！哼、嗯！嘿！看见没？这就是我的实力。哎哎，吓死我！嘿，喝个血瓶。好，过来。累了，多用了几次鞭炮。有点累了。多谢多谢。哎呦，我被树卡住了。哎，我又被卡住了。哦，一直看。哎，哎，哎，不行，我要去一下厕所。你是不是回来手气，手感还在不在？手感更好。我就剩一副了，好吗？你不要给我立 flag， 不要影响我哦、嗯。我要开始下一个。你就不用听我说话就行了。哎，没事。离谱哎，离谱！李主播加油，升三124快入手了。生化三现在 PSN 商店做活动，也是这个价格。好像是港币，哎，港币100，哎，他怎么砍到我了？等起来喝血，然后吃个龙应滴露啊之类的，谢谢。吃个龙应滴露。压制住就和普通衣服一样。
休息了陪媳妇儿，儿子看回哦电视。好的呀，早点休息吧。天祝你新年快乐哟。对马岛不是说快上 PC 是吧？不是说有消息出来的？哎，嘿，离谱！哎，谁也没。26号挺快的呀。能把牌子升到十级，不错不错。哎，哎，好，喝个血。不是，他那个卡住我了，刚才。哎，离谱了。没事，等会儿，等会儿起来还有强宝地藏呢。能往右边跳会好一点。女主播加油。加油加油。离谱了，离谱了，离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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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够我吃药吗？够。我吃个啥呢？食神？食神吧。嘿！当然有。嘿！有机会就吃个米。嘿！吃吧。你说我吃什么？米。你现在只剩米和牡丹饼了。我吃个
牡丹饼。OK。还有一个襁褓地藏，烦人！然后再吃个米。跳得有点早，烦人，我讨厌这样。女主播经典名词烦人。等会有机会的话，可以吃个药丸，把这些点燃起来给补一下。哎，嘿，我现在哎，按 O 不行键好难按，我按了三四次。我现在吃个药丸。它这个 O 不行键是会延后您，按两下一般就 OK 了。找机会再吃个米啊！嘿，血少，最后一次，我要不不吃了，赶紧打他！啊，快点！不不不不，你最好还是吃一下啊，还是要吃米，吃个米。讨厌这个哎！好，烦人！今年的任务是完成的。最后一站，好容易紧张哎！我之前什么都不吃的。你刚血只剩四分之一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不要企图防御的时候消驾驶条，那个时间消得很慢，所以这个时候就要优先加血了。血加上去，要消驾驶条用啊。对，不知道。血越高，你的驾驶条消得越快。哎呀，累，好热，我出汗了，我要脱外套。那只狼咱们就结束了，咱们弄点别的，然后可以聊聊天，聊到跨年。跨年游戏可以删了，说不定后面素材什么的可能还能用，就先留着吧。说不定什么时候男主播想不开去打17连战了呢。